为了纪念泰鲁格族正名二十周年，秀林乡特别举办泰鲁格族正名二十周年的系列活动，在左仓步道举办秀林乡幼儿园成长登山寻根之旅。秀林乡长王玫瑰特别到场勉励乡立幼儿园的应届毕业生。为了纪念泰鲁格族正名二十周年，秀林乡公所办理泰鲁格族正名二十周年系列活动，并且在左仓步道办理秀林乡幼儿园成长登山寻根之旅。秀林乡长王玫瑰也特别勉励乡立幼儿园应届毕业生。在这里，秀林乡公所这次特别办理这场活动，其实就是最重要就是要跟家长还有小朋友，能够透过这次的活动，能够让你们有机会参与外面的一些活动，培养你们的感情。除此之外，除了要培养你们之间的感情之外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能够让孩子能够接触大自然，而且能够培养孩子的一个毅力以及勇气，还有他们的团结力。所以在这里感谢幼儿园我们的慧琳园长带领的工作团队，第一次这么特别的一个活动，我想你们的经验也不足，还好这一次有这么多的家长愿意陪伴孩子一起上山，还有我们的东华大学的工作团队以及公所派遣的协力团队，一起让今天的活动希望能够圆满顺利。庆祝泰鲁格族正名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主题分别为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等系列活动，由秀中前山寻根、木瓜溪迁徙特展、幼儿园寻根活动、德吉利黄金海岸生活、正名二十周年特展第二届青年论坛等等活动，也欢迎社会大众踊跃参与。记者周燕华社报道。